在聖經箴言那裡提醒我們呢，就是要教養孩童，使他們走當行的路。那這個提醒呢，我經常記住，就是我們也都要很肯定我們自己都要行，都要走同一條路。在樂隊會跟大家分享這首歌的歌名，是很貼切今天的父親節。他說父愛不可測度，這個當然是講我們的天父。在我們地上的父親同樣對我們的愛都是很大，而且天父呢是為我們做了一個好的榜樣，即是作為一個父親，他怎樣去信服，怎樣去饒恕，還有怎樣愛愛人。咁喺三節嘅歌詞裏面都講到，我哋嘅天父去願意係信服，釘喺十字架上，若為我哋每一個人死喺十字架上，而且得到呢個救恩。希望我哋每一個都能夠仿效天父呢一個慈愛同埋父親去教養我哋嘅兒子。